Hello， 今次煲合掌瓜红萝卜粟米薏米汤。最近天气又热又湿，个胃胀住好唔舒服，所以就谂起呢一个汤想饮。饮完汤之后，记得食埋啲薏米，去湿好好，非常之有益噶。请你都可以 like 点赞、subscribe 订阅我嘅频道，揿埋钟仔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嘅影片。希望你都可以订阅我嘅频道，多谢你嘅支持。材料好简单，有合掌瓜、红萝卜、粟米、生薏米、南北杏同埋蜜枣。合掌瓜营养丰富，清热健脾开胃。咁点样可以拣到靓嘅合掌瓜呢？最紧要望落去咧，表皮要光滑有光泽，有啲细绒毛喺面咧，就即系代表比较新鲜啦。嗱，我哋睇到依个摸落去咧，非常之光滑，亦都有光泽。将合掌瓜洗好，放喺清水度浸30分钟，其他材料都系。咁我哋切开合掌瓜啦，将佢切大嚿，中间嘅核咧可以攞走佢，唔需要批皮。所有材料切好就可以开始煮啦。将所有嘅材料挤落去清水度，搅匀佢，大火煮。煮滚咗之后咧，我哋收细火。慢慢煮个半钟，个半钟之后就饮得啦。依个汤健脾开胃，非常之有益。喺咁热咁湿嘅天气饮咧，亦都非常之好。如果你都觉得胃胀胀嘅话，希望你都可以试下依个汤啊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记住食埋里面嘅薏米，去湿效果非常之好噶。多谢你收睇呢一段影片，希望你都可以 comment、share、like、subscribe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